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日本东京发生了一起大事件，日本当局破获了共产国际组织在东京高层的机构，因此涉及到日本国内的反日组织，一大批日本高层人员被捕，其中就有前首相秘书尾崎秀史。消息一出，在日本高层引发大地震，被称为国际谍报团案。林义祥的大学同学苏曼红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林义祥，他现在任职于76号，时常接触周佛海等汪伪政府高层，得知下一步日本要彻查上海，宋义坤首先想到了佐藤秀忠。林秋燕已经加入了组织，宋义坤和林义祥商量要让回到革命队伍里接受教育和锻炼。这时他们听到了佐藤秀忠被捕的消息。千叶知道佐藤秀忠的被捕对于中共地下组织的震动，因此故意设下圈套，放出佐藤即将被押往南京受训的消息。宋义坤已经判断出这是一个圈套，但是佐藤他们不能不救。林义祥决定去找苏曼红，宋义坤也通知了林秋燕，这次行动十分重要，必须要他们配合。我在院子里等你呢。很佩服你的胆量。这跟胆量有关系吗？我这可是在自己的家里。可你的家还是家吗？永远都是。你既然来了，我的人就随时会狙杀你。请吧。那就变成随时可以狙杀我了，是吗？他们不会妨碍我们，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就那么自信？为什么不用我为你准备的武器，可以吗？可以。
你的时间好像并不多。如果你不能在5分钟之内杀死我，你和你的伙伴就休想活着离开这里。算你明白。你安排了你的人前来支援，但他们还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拖着我，或者咱们俩可以比比谁的枪更快。手刃了你，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了结方式。真没创，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来吧。Thank you.
时间了，杀你足够。心ください。必ず林中彦を殺して仇を討ちます。報告。入って。国家地方警察総京都本部特別調査組組長松本宮雄。松本さん、どうぞ。どうも。どうぞ。
どうも。自分に手伝えることは何でしょうか、松本さん。もう少佐も国際諜報団の事件は聞いているでしょう。手がかりによりますと、上海に協力者がいるそうです。我々の調査に協力していただきたい。国家地方警察東京都本部の逮捕令状です。佐藤閣下。そうです。ありえない。佐藤閣下は私の師匠。彼のことは分かってる。彼は満鉄に欠かせない忠誠心のある後進なのよ。あなたたちを手伝うどころか、上海満鉄もあなたたちのこんな調査結果を信じるはずがない。少佐のおっしゃるようであればいいのですが、お気持ちは分かります。帝国の利益を優先してください。ではあなた方の証拠が上がるのを待ちましょう。もちろんあります。閣下は今中国派遣軍総司令部の顧問です。総司令部が署名した命令がなければ彼には指一本触れさせないわよ。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必ず持ってきます。どうぞ。それでは。慢走，二位。宋先生说你该走了。请你转告宋先生，不着急。老板，两碗馄饨。哎，好嘞。誰がここに来たかったか。スマホさんです。お疲れ。はい。这是他们从父亲那儿抢走的，现在我都拿回来了。谢谢你。你承担的太多了。
咱俩身上的有分别吗？这不像是你说的话。长大了。谢谢。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要去跟我的朋友打个招呼。我们2小时20分钟后，车厢内会合。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怎么是您呀？下着了？那倒没有。过来坐吧。看这个架势，上海的任务你们执行的不错嘛。我们不但摧毁了日军的印钞基地，林秋燕还手刃了藤原纪子。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你的弱点依然没有克服。是的，弱点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什么弱点？但我必须杀了他。我理解你，但是你必须要成长。明白，谢谢长官教诲。鉴于现在的形势，处座命令我们继续留在上海。具体任务是什么？获取日军下一步战略意图的情报。你知道佐藤秀忠是什么人吗？当然知道。你怎么突然之间这么问？我说的是他的真实身份。真实身份，就算你不知道吧，但请你转告他，他已经暴露了。据今天获悉，东京警视厅已向日本上海领事馆提出要秘密逮捕佐藤秀忠的要求。他们是怎么查到佐藤秀忠的？在东京国际谍报团案爆发的前一周，佐藤秀忠已经和尾崎秀实联系过了，而那个时候，尾崎秀实已经被监视。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情报，佐藤秀忠冒险和日本军方很多人接触过。他的行动过于频繁，早就引起了特高科的注意。等等，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希望你告诉他呀，因为我认为他是你们的人。谢谢。我是不是可以离开军统了？尽快给我安排任务吧。我会。还要很久吗？这是我的紧急联络方式，你说好。明天就会对你的工作进行安排。太好了，谢谢。
老板，来碗馄饨。好嘞。下来了，你必须马上撤离。好的，明天上午我再处理一些事情。明天中午12点准时撤离。好吧，你慢用。佐藤閣下を逮捕するの？自分には分かりません。上部の命令を伝えるだけなので。分かったわ、すぐに何か行動に移すわ。では失礼します。ありがとう。Thank you.
欢迎光临，里面请。已经帮你点好了，谢谢。我们的一个同志被捕了，今天下午，我们将在他被押往南京的路上展开营救行动。义祥同志提议，让你参与这次行动。谢谢。这是押送的路线，以及我们伏击的地点，我们的行动人员已经提前动身，一会儿我们会分头赶往伏击地点。明白，那我先走了，还得回去补充些装备。这次行动的危险系数很高，如果日军再以此为诱饵的话，那就更危险了。放心吧，这种危险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两次。一定谨慎。是。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样吧，我现在就去大和洋行找田中青叶。太好了，谢谢。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谢谢你帮助我们。你们，我们，我们不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吗？是这个道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凭我对你的认知和判断。谢谢。其实我还是挺佩服你的胆略的。也不是什么胆略，是凭我对你的认知。谢谢你的信任。这样吧，你在大和洋行门口找个地方等我。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到达伏击地点，我绝对不可能错过这次绝好的机会。如果这不是次机会了，我希望能利用你的身份暂缓他们的计划。如果说是个圈套的话，就用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晚一个小时出发，这样我就会终止一切行动。明白。没事闲的吧？这堆破报纸看这么半天了，看出什么名堂来了？名堂多了，这叫情报分析，是吧？不懂，我就想看看你通过这些报纸能得出什么结果。那你不白看了？什么意思？没结果？我不信。那你的意思，我给你编点故事，你就信了？你是拿我打钱打惯了是吧？不敢。哎，别跟着卖官司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们俩总在这跟我打岔，我能有结果吗？嗯，是，是。哟，回来了。周长官呢？他有事出去了。怎么，你找他？算了，请转告周长官，我找到了一些线索，需要追踪下去，一时半会儿可能。算了，你们转告他不要担心我就是了。能不替你担心吗？你把事儿说明白点行吗？我要做什么事还需要向你汇报？是不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他这是怎么了？有事儿。废话。这事儿跟那边有关系。拉倒吧你，非报纸看多了吧？信不信由你。是有些不太对劲，有点不太像他的风格。想不想帮他？当然想，当然你帮了。带上武器，跟上。哎，你有什么话你不能直接说出来吗？想帮就别废话。你听周彤的，我给你们30秒的准备时间。10秒的。既然苏小姐一定要知道，那我告知你也无妨。谢谢。佐藤秀忠已经在被押解回国的船上了。押解回国？为什么不经过审讯诉讼就押解回国了呢？这和你们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你确定？你这是在和你的长官说话吗？长官，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长官了？你如果非要这么认为的话，你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请便。你真的不怕死吗？我打死你，大不了让周先生向你的上司解释一下。而你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没想怎么样。既然你们让我介入了，就要尊重我。好吧，苏小姐，是我错了。銃を下ろせ。你们可以出去了。下がっていいわ。はいはい。说吧，接下来的行动部署是？行动已经开始了。哦，说来听听。我们会将前来营救佐藤秀忠的所有人员一网打尽。很好。你为什么不参与呢？这不是你来了吗？介意我和你一起行动吗？当然不介意。很好，我们走吧。Thank you.
田中少佐这次买到成功啊！谢谢。请吧。是一种致命的错误，没想到这么一个小计谋就把你们给引过来。别太自信了，你做再多的设计，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你是死到临头了，想痛快痛快嘴吗？到底是不是这个结果，用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就像个病人？等我抓到了你的同党，我一定让你第一个去死。好啊。消失了。
我跟你们走，你觉得你够那个价值吗？你对你的长官太不尊重了吧？什么意思？杀死木斋，杀死山本，杀死藤原纪子的人没有价值。 你不觉得是对你的长官的不尊重吗？你是林秋燕，放了他，我跟你走。这样，你还能多活几天。你们都是疯子吗？他让我多活几天。秋燕，不用管我，以大局为重。 我是不会放了你，但是你必须过来。你要是不过来的话，我现在就打死你。好吧，我过来。 你如果这样，我就不陪你玩了。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想让他死，所以才没有马上动手杀了你。如果你想这样就把我们全都收拾了，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你可以杀了他，但10秒之内，你也会去见你的长官。 真的以为我不敢吗？不用那么认真，我们出来就是了。我们都出来了，还有的呢。 到底是什么人？你不觉得你问的很幼稚吗？你说我是什么？把他给我放了，否则我一枪毙了。你放弃吧，你们绝对……别少废话，把他给我放了。开后室内。 乖乖的把枪给我放下。你们放心，等我们到了安全地带，自然会放了你的长官。都把枪给我放下！
你停住，我们现在安全。上车，快走。走。 再说一遍。 今天的行动，谢谢你们。谢谢，什么意思？你已经加入他们了，对吧？ 是的，你这就不对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也不叫上？要不是我家里突发的变故，我应该早就跟子墨去了延安。我不会忘记我们一起战斗。
是的，我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该归队了。我才不跟你道别呢，我跟你一起去。你确定要加入？当然确定，只要你是共产党，我也必须是共产党。 回去跟周总和道个别吧。我不喜欢这样的道别，虽然我走了，但我们仍旧干着共同的事业。我们并没有分别。我理解你的心情，老周。 人各有志，他已经成熟了，随他去吧。那该如何向上峰交代？是，如果如实向上峰汇报，我们承担责任是行。林秋燕和汪远都会遭到追杀。 秋叶吗？是啊，他为什么不进来？他估计跟我一样，不太喜欢道别吧。嗯，他要走了吗？应该是。你好像知道他要去哪儿。
不知道，我知道，说说看，还用说吗？肯定是那边。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林秋叶将开始他新的旅程，完成他新的使命。